职业训练局在西九文化区举办 PTC 玩转技能嘉年华，大玩寓教于乐的技能日，有表演，有摊位，有宠物，有运动，到底有几精彩？物理治疗利用非药物和非侵入性方式帮病人治疗疾病和痛症等等的问题，是不少人的救星。究竟怎样才可以成为注册物理治疗师？又有什么要留意呢？今晚港台电视32，凝聚香港。